热情的跟支持者合照，还比出二。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正式请假后，第一站直攻绿营大票仓芦洲，选择在芦洲，就好像我回到我的故乡一样。尤其选择外菜市场，就是我细汉成长的所在，这是我满满的回忆。满满的故乡情，所以我含泸州人、沙田埔人黏条条。特地用台语强调，芦洲就像是家乡一样，因为绿营的票他也要。不过对手林佳龙痛批侯友宜全台跑透透浮选，公私不分，到底是要选市长还是要选总统？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来请假来竞选。最重要的是在选2022的新北市的市长。一方面跟市民把干净，对绿营提出的北北基桃1200月票，侯友宜痛批太不实际。1280当时提出来过，大家就有不一样的声音，而且中央也没有说要补助，就在这个选举最后的一个时刻，我一直觉得选举都是一时的，政策是要务实的延续性，好好把它做到。不仅早上扫街拜票，侯友宜晚上还要到淡水参加北海岸团结之夜，在最后两个礼拜，家族马力全力催票。欢迎新闻张环圈、王一德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，以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